Please don't cut off. 하나
我们不知道今天什么时候呢，8:20，哦，现在几点？啊，马上8:20了。啊，对啊，好久没来了。阿加纳姆没加入多久，然后就消失好久了。他泽巴有可能会加入吧，反正应该会。你叫他多过来，然后在这边时间多一点点。他说好的，他有考虑加入团队。对，西西手上有刺青那个，他原来以前骑摩托车，穿便装的话骑摩托车，穿裙子的话就没有骑车。阿加纳姆是团队的，哦，叫错是正常的吧？你不要看错了，以前没注意到，很正常。刚刚之前你把那个蓝卡错当成哦，西西当成蓝卡错了，因为西西好久没来了，都不认识。穿便装好看一点。你刚走嘛？昨天晚上在体育馆，从体育馆
有新加入的话，不告发消息，让他，他昨天晚上才那个，然后发了抖音，然后加了，在体育馆，然后他说今天有可能会来。拿个湿巾纸，哈哈，很标配的样子。到城体育馆那边去的，thank you.
来了吗？八点半，快八点二十九。徐峥，咋地？徐峥也来了？不知道永琪什么时候来，有可能不会来了，因为明天再。这个男友一定是要插这个。